哒哒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哒哒，五哒哒，六哒哒，七哒哒，八哒哒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哒哒，五哒哒，六哒哒，七哒哒。好，上腿来，好，来，准备动作放在下面，好。非常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回位，很好。五六七八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哒哒，五哒哒，六哒哒，抱腿，很好。我的女儿，为了能见你，我特地来到这所小学工作。看你这么漂亮，这么出色。我知道，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叶夫人，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们学校了。最近公司比较忙。哎，鲍老师，哎，小林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？妈，啊，我帮你推。肯定会累的，还容易犯哮喘。我不在您身边，您下次要注意啊。妈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这么晚才来吗？是因为老师他找我谈话了，他说他要推荐我去参加画画比赛。可惜啊，全校只能去一名同学，老师说了要我好好。别废话了，专心推，赶紧的，上去呀，上去帮我。妈妈是来邀请校长参加我们安正集团的慈善晚会，顺便问问老师，看你在学校乖不乖。我又不是弟弟，怎么可能不乖呀？叶林同学，他向来乖巧，而且是同学们的模范，现在又代表学校出去参加舞蹈比赛，更是我们全校的光荣啊！真的？我的宝贝女儿真厉害，妈妈替你感到骄傲。好了。上课时间快到了，快回教室去吧。嗯，妈再见。嗯。妈，妈，今天你在家等我，别出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嗯，妈再见，王老师再见。再见，去吧。别跑啊，慢点走。您说我画画比赛会不会得奖啊？哎呀，你别那么多话了。哎呀，叶夫人，您没事吧？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这叶夫人可是我们学校的贵宾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啊？别拿这脏东西碰我！真是的，你哪来的呀你？王老师，哎呦，叶夫人，学校管理的不是很严的吗？怎么可以随便让别校的学生进来呢？叶夫人，您误会了，这孩子就是那打菜阿姨的孩子，从小就在我们学校进进出出的，也帮他妈妈做点事，绝对不是您说那什么管理不严的事儿。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别来学校了，就是不听。你看您现在闯祸了吧？以后别再来了，快回去。值班阿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不要生气。我妈妈她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在家餐车也挺重的，我才过来帮我妈妈的。下次我不会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对不起，您别生气啊。行了行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你也是有孝心，下次注意点就是了。谢谢，谢谢您，叶夫人，行行行，请。对不起。不知道是怎么当妈的，居然这种事情让孩子出来处理，自己躲在后面。快点，赶紧的，有好多事要做呢。没有站出来说话，要是他连您都给气上了，告到校长那里，那可就惨了。我是小孩，被骂几句没关系的。别说了，少说点。停停停停下！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。
好了。不行啊，舅舅，你这都淤青了，我必须得给你退了，你忍着点。啊！娘，我本来还能动的，被你这么搞，会搞死的。我说你这个小哥子哪来那么大力气啊？舅舅，你上次是孙悟空大师，这次要从楼梯上滚下来，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呢，你怎么拍起老受伤啊？这样行不行啊？不行不行，你不懂，哪个大明星不是这么过来的，对不对？等舅舅哪天红了，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回忆录里。就怕你熬不到那个时候，都多大岁数了，看不清事实。不是你是不是我姐啊？啊，你怎么老给你这个弟弟泼冷水？小心那天我红给你看。这句话我听了最起码十年了，你趁早死了那份当明星的心吧，踏踏实实的找份正职，讨个老婆成家，别老跟我这小屋子里挤着。你以为我喜欢在这个冬天冻死、夏天热死的、满屋漏水的房子里待着，还有老鼠、蟑螂满地跑？要不是于飞，我跟你说，我哟，不要再跟妈吵了。去。要不然我跟你说点开心的事情吧。今天在学校里，老师让我去参加画画比赛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嗯，没你妈厉害。要是有什么泼冷水、说风凉话比赛啊，你妈第一名啊！不管你叫卡尔多了，太讨厌了。姐，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快拿药给你妈。于飞，快来！当年就不让你在那个雨里淋着，你就是不听，落下病根了吧？一辈子的病根，一辈子的哮喘，你值不值？妈，我扶你起来。你起来，不用你扶。不是，我自己起来就是。没事。不是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是在帮你，他是孩子，你干嘛冲他发火，拿他撒气呀？你就算今天是个阿猫阿狗帮的你，是不是？你也得客气一下，跟人讲个谢谢吧。更何况她是你亲生女儿啊！你看看，给她吓成这样了，你老拉个臭脸，你为什么嘛？你管好自己就行了，别管在我头上。我是她舅舅，我不管谁管。舅，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走，我们去吃面去。吃什么？吃都吃饱了。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忍了很久了，今天我真的要把这话跟你说清楚。我不吃，不吃。那我饿了可不可以啊？我没有钱买面，你带我去吃面去。走，舅。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